人民是中国抗疫斗争的最大底气和力量源泉。白皮书指出，14亿中国人民多是抗击疫情的伟大战士。疫情发生以来，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，不论岗位分工，都自觉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，坚韧团结，和衷共济。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，逆行出征，武汉人民、湖北人民顾全大局，顽强不屈。社区工作者、公安民警、海关官员、基层干部、下层干部不辞辛劳，日夜值守。快递小哥、环卫工人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、企业员工、新闻工作者、志愿者等各行各业的工作者，敬业奉献，任劳任怨。广大民众扛起责任，众志成城，体现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、守望相助的文化底色，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家国情怀、天下情怀。